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师。OK， 下面我们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第一游戏《幽冥路》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就到了孟婆，就是我们的孟倩思，然后我们的严大胡子呢，正在追捕那个游指挥使。OK， 好。然后这边的主线关卡的名字感觉怪怪的。刀剑交框框，然后染战铁面，与敖广罗刹兵分两路的严丹生，紧追的那名劫走婴孩的铁面人。此时那名铁面人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刀剑交会吧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游指挥使是谁了，我就不讲了。然后大家知道，其实铁面的这个角色啊，在《武林群侠传》里面有出现过，他也叫游进，然后带着一个他的力会，就带一个铁面，然后他有这个角色出现，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对话跟剧情，所以可能《侠客风云传》就把这个角色放大，就是变成那个东方莫米的老爸，就是东方西，放在这个角色上面。我就觉得还蛮刚好的啦，对，好，等一下哦，哎，喝个东西。这仅因为功力非同小可，脚程竟如此之快。阁下与这孩子非亲非故，为何穷追不舍？哼，你们皆因为听那狗皇帝干的肮脏事，以为没人会知道吗？人的所作所为，本就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。你们这群劫匪，不也是透过四处劫掠壮大自身？又何来干净肮脏之说？听来你并不介意干的事是否肮脏，但方才却又为何执意要救这孩子？你又如何知道我这是在救他？哼，我不知道吗？但看严丹生虎臂一扬，数枚飞黄石破空而出，竟往游进怀中婴孩飞去。游进不避不闪，左肩围城，右手披风一卷，竟是轻描淡写地将飞黄石全数裹了进去。嘿，好功夫！严丹生，你却如传言，有胆识。哦，想不到阎魔的大名已经传到锦衣卫而已了。你们东海龙宫和神将会作奸犯科，违抗光府，本就是朝廷侵犯。阎魔让你护民抗倭，本想网开一面，但你既对我出手，那阎魔也不能再视而不见，便在此地将你一并捉拿归案。哈哈哈哈！终于要动真格了吗？来吧，阎魔领教领教锦衣卫的武艺。好，我们听一下游指挥使。哇，6500啊！哎，怎么没有语音 ？Hello， 怎么没语音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幽冥路还没语音了？拿掉了吗？位阶三品，实力精强，不下于任何一个名门正派的掌面。老子龙水飞龙在天，好，先干他，先下手为强。无间炼狱，招式动画都是用前代的招式动画，只有名字改了而已。强。然后这一招也是，这招根本就是那个谁，我都忘记他名字了，峨眉派的那个人，对，我忘记名字了。我严丹生腾身在空，大喝一声，运起无间大法，双手握紧单刀，猛力往游进头上劈下。哼，游进同样乘身一喝，右手抱紧婴孩，左手一比三尺铁剑，毫无畏惧地迎向严丹生那柄单刀。刀剑相交，火花四溅。
那头幽静虽是倒退数步，但神灵气沉，铁面具下两道金光依旧。这头阎罗虽然昂首挺立，却是眉头一皱，胸中一阵气血翻涌。方才我居高临下十丈八成功力，这锦衣卫上去护着那婴孩，竟只退了几步。还有这刚中大罗炼境，拆招泄力的法门，就像是我方才那下全躺我的身上一般。好个锦衣卫，想不到我占尽优势，却还是给你三道了。你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话是该由我来问，你不过一介水贼，又是如何得到这身功力？哈哈哈！阎某可不认为你有兴趣听我在荒岛上那十年奇遇苦修的故事。奇遇吗？哼！好了哥，咱们来了。哦，阎老大那把单刀何等刚猛，想不到你这锦衣卫还能坚持到这时候。嘿，那不正好，架留给老子打。两个当心了。这锦衣卫可不是泛泛之辈，仍是一种泄力反弹的内劲。方才我也找了他的道，泄力反弹，莫不是武当派的技法？有意思，神枪会罗刹在此，王八羔子锦衣卫有什么伎俩，尽管使出来。铁面大人，我等来迟的。我可不记得有叫你们过来，是尊主大人的意思。担心你在回收秦王之子时出了差池。秦王之子吗？你们朝廷果然是想赶尽杀绝吗？确实是出了差池。你且回吧他，秦王之子现属一段，朝廷那今后就有潘诺和我逆寻他法。是，这几个人你们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是，大人放心交给我们。严丹生，这婴孩并非秦王之子。你想救秦王之子已晚了一步，那孩子至今依旧是下落不明。这个孩子是孟婆的跟聂胜，聂胜是某个，我记得是南少林的掌门吗？然后他叫然后他的孩子是不动，就是我后来想起来是不动。今日之战我就陪你打到这，你若是没死成，锦衣卫指挥使幽静随时恭候大家。想逃可没那么容易。哼，你在朝廷时可曾见过这支部队？这些怪里怪气的家伙，嘿，老子从来没见过。这些家伙看着就不像朝廷人的，那游戏人背景只怕没那么简单，不能让他们泄露只字片语得杀勿论。辟邪使事啊，就是那个林平之的手下嘛。哼，且看是谁杀谁。危险危险，很贱呢，打完就逃跑。你的罪孽，用阎某的刀来丈量。超贱呢，这些人。所以孟剑师是在前传的时候中的蝙蝠老道的邪功之后才看到不动的，照理说是这样子的，还蛮路人。矿山小，靠背，矿山小，自身三格，直线三格，这个是以前就有的动画。朝鲜军罗刹追魂枪，哦，只要劫队车旅队人杀他妈的贪官污吏有何不可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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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阎罗以前这么帅，阎丹生以前这么帅，怎么到了前传变成那副德行？而且大家没有发现吗？阎丹生蛮像老胡年轻的样子。终归只能系草莽野夫啊！发现吗？然后敖广很像大师兄啊。
然后罗萨头上两只脚到底怎么长出来的？然后梦见师也是，怎么以前长成这样？你长太正了吧？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啊！哟，妹子，你可终于醒了。这里是？此处乃东海龙宫，是我们手下弟兄将你给救了回来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孩子给那刘指挥带走了。孩子啊，娘对不起你。你也别哭，我与那刘指挥使交手时，那人处处护着硬海，想来不会加害于他。咱们这边派些人手，尽早查明那硬海踪迹便是。姑娘，你究竟是何来历？那些锦衣卫追的是秦王之子，又是如何追查到你身上？我信任过你们吗？秦王殿下为国为民，又是有恩于我，咱们才追去追查了锦衣卫的行踪，还替你打垮了他们。哎，这样你还信不过吗？锦衣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我凭什么？又凭什么不能收买你们演这出戏？哈哈哈！妹子，你可真是多疑的可爱。这交易听来虽好，可那些锦衣卫哪里看得上咱们这些朝廷钦犯？不错，咱们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没被收买。你若不愿意告诉我们便罢，当你身体恢复之后，让弟兄们送你出海回东渡口吧。我姓孟，名倩诗，我的夫君孩子的爹便是当年获得秦王之子逃出秦王府的侍卫。原来是这层关系。哈，终究是老天有眼，那侍卫叫什么名字？那秦王之子下落呢？他名叫聂胜，胜哥，在我遇见他之前，他就已经安置好秦王之子的，可他却从没对我透露出他的下落。那天他一个人倒在林子里，受了很重的伤，我将他接回家里照顾了好些时日，慢慢便喜欢上了彼此。可后来我爹娘知道他的身份，担心惹祸上身，令我将他赶出家去，我哪里肯听？那天夜里，我便和胜哥一块离开了家，去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。那段日子真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和胜哥做了夫妻，他找了一份苦力活，每天抽空教我一些功夫，每天要烧饭洗衣，夫妻俩一同扶持。那些日子我过得很快活，可我看得出来，胜哥脸上的笑容始终藏着一份苦涩。后来在我生下他的孩子不久，有一天他就这么走了。嘿，您这很脱逃，抛家弃子，算什么男子汉？孟妹子，这种男人你何必还去苦苦等他？住口，我不信你侮辱圣哥。你不认识我的圣哥，他这么做绝不是抛弃我们的母子。我一直以来都知道他这么做是为我好，为了孩子好，这一天总是要来的，可我却没能将孩子保护好。我严老大你怎么看？按那游指挥使和孟姑娘所言，虽然没人找寻那秦王之子的下落，咱们至少也出了一份行李，秦王有后，你也该安心了。哈，这倒是。罗萨牙角枪往天一指，高声长笑：殿下，罗萨恩情已报，咱们来生再一块征战沙场。这孟姑娘，严某瞧你是无处栖身，便把咱们东海龙宫和申江会当自己家吧。你要留我？哼，你若不愿严某，也不强由你。等凭你一人，能找到你丈夫孩子吗？我还犹豫吗？下回你再给警卫捉到，可就不一定有人来救了。孟宪师的目光在严丹胜和罗萨身上来回跳动，最后落到敖广身上，皱起了眉头。你为什么在水蛇身上皱起了眉头？哎，罢了罢了，妹子，我敖广虽喜欢美人儿，但因为对那人情深意重，强拉你做压寨夫人也没什么意思。咱们今后兄妹相称，大伙一块把这事业干得有声有色，叫那朝廷和黑种罗网不敢小觑了咱们。那妹妹我就先谢过几位兄长了。好，够干脆。来，干了这杯酒，咱们今后便是一家人了。妹妹先敬几位兄长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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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剑师加入队伍，赞赞赞！
军什么？军械哪些？啊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啊，都差不多啦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好好好，那我们这集就结束啊。那我们的漂亮美人儿终于来了，孟婆，我爱你，孟婆。这种鹊桥相会，钢鞭招式，我还拿钢鞭哦。嫦娥窃药，夜乱情迷。好，我们先弄这个轻功强化。其实我觉得轻功强化好像不需要，因为罗萨有一招是那个冰冠神术，感觉不太需要。雷震天，然后没有东西。破气带通常路，我看一下哦。那哪一招比较好用？背袭攻击时，哦，背袭好像蛮好用的哦。那先学这个好了。雷电其实可以再攻击一次。上门钉，公孙武剑，反击，暴击。OK， 先这样吧。然后交易看什么新东西。碧霄笔，血玲珑，那七千啊，我有钱吗？为什么这个衣服跟夜叉的衣服一模一样？香包，他没钱啊。刀剑，刀剑胶，求懒战铁面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啦，谢谢大家这集收看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到影片的左下方按个订阅，图片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右下方的订阅把铃铛给打开。那也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也感谢有人帮我上字幕，谢谢，感谢。好，谢谢这集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。